2月28日，瑞安府警龚金坚上街遛娃时，与一名男子擦肩而过，龚金坚竟一眼认出男子是一名嫌疑人。全军出击！火眼金睛其实并非是说说就有的，背后靠的是眼力积累和对工作的执着。目前嫌疑人叶某被抓后已被依法刑拘，叶某涉嫌一起开设赌场案，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。